一台机车从右边钻了进来，紧跟在砂石车后方。见到右边砂石车出现一台机车半的缝隙，就强行钻过去。机车骑士载着女性友人钻进砂石车后方，在还不到一公尺处左扭右扭，一直在寻找可以超车的空间。看到两台砂石车逐渐拉开距离，加快车速钻了过去，而且切过去的瞬间，车子依旧摇摇晃晃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打滑，两个人恐怕被砂石车碾过。电影《亡命关头》跑车惊险穿梭在两台大货车中间，但现实中在大车子里面钻来钻去，根本是在玩命。你头前你人走较远的看有较近的，你又看无啊？实际坐在砂石车上，透过后照镜根本看不到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连车子旁边能看到的画面也有限。你啊，行到头前你又看无啊？哦，搁我头前一个。哎呀，你啊，直接你又看无，你啊，用要踅弯尔就看无啦。砂石车的视线死角还不止这样，前面后面都会有看不到的地方，偏偏这台机车硬是钻进这些死角里头。有当时你若要灯光细，加上用 auto bike 车，你无看就直接就开掉啊。哦，系啊。啊，所以讲 auto bike 甲轿车尽量看到阮这大台，若要拍方向灯，若真讲要灯光细，加尽量较少要边啊。再看一次画面，可以看到内车道的地上清楚写着禁行机车，但机车骑士违规闯入，就骑在砂石车驾驶视线死角的地方，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成了轮下亡魂。记者黄祖华、林医生、张良浩，桃园宜兰采访报道。